张凌赫揭秘迪丽热巴私下，原来她如此单纯可爱。在繁忙的娱乐圈中，明星们的光芒往往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性格。然而，偶尔的意外曝光，却总能引发公众无尽的遐想与好奇。近日，知名演员赵磊在一次采访中，不经意间透露了与好友热巴私下的点滴，描绘出一个与荧幕上截然不同的热巴形象，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赵磊与热巴，两位在娱乐圈中各自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演员，他们的友情一直被视为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两人相识多年，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默契的合作，私底下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而赵磊此次在采访中提及的热巴，更是让人们对这位女神级别的演员有了全新的认识。据赵磊透露，热巴在私下生活中展现出了与荧幕上截然不同的一面。她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高冷女神，反而是一个十分可爱、活泼的人。热巴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无论是开心的事还是烦恼的事，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与大家倾诉。她的笑声总是那么爽朗，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她，感受那份温暖和真诚。在赵磊的描述中，热巴的单纯可爱之处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她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天真烂漫的一面，让人仿佛看到了她年少时的模样。她喜欢与朋友们一起玩闹嬉笑，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让人感受到了她的纯真和善良。这种真实而自然的性格，让热巴在朋友中备受欢迎，也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和尊重。这一说法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许多粉丝纷纷表示，对热巴私下的这一面十分好奇，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她真实的一面。他们纷纷留言表示，热巴的这种单纯可爱性格让他们更加喜爱她，也更加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娱乐圈中，能够保持一份单纯可爱的心态并不容易。然而，热巴却做到了。她用自己的真诚和活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让自己在娱乐圈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她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换来的。而她的这种单纯可爱性格，更是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回顾热巴的演艺生涯，我们不难发现她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青涩少女到如今的娱乐圈女王，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走来。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她的这种正能量和积极态度也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众多人的尊重和喜爱。然而，热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自满，她始终保持着一份谦虚和敬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角色都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她的这种专业精神也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华语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珠。如今，赵磊在采访中透露的热巴私下的一面，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她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还是一个可爱、活泼、真诚的女孩。这种多面性让热巴更加魅力四溢，也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通过张凌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我们有幸了解到这位荧幕女神私下的另一面。迪丽热巴不仅在荧幕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更是在生活中展现出她单纯可爱的一面。她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使她在娱乐圈中愈加闪耀。首先，张凌赫在采访中提到，私下的迪丽热巴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真诚的女孩。她没有因为自己的明星身份而显得高高在上，相反，她待人接物非常亲切和随和。她总是以最真实的自己面对身边的人，不加掩饰，这种真诚的态度无疑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好感和尊重。其次，迪丽热巴在生活中展现了她活泼可爱的一面。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闹，时常能听到她的笑声。她的活力和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纯真和快乐。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他都能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也是他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迪丽热巴还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他不仅关心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善良和无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迪丽热巴。他不仅仅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明星，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人。张凌赫在采访中还透露，迪丽热巴非常注重自我提升，他不断学习和尝试新的事物，力求在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他的这种学习精神和进取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总的来说，通过张凌赫的这次采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和全面的迪丽热巴。他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在生活中展现了他的单纯和可爱。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使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最后，让我们共同祝福迪丽热巴，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真诚和可爱的态度，取得更多的成就。迪丽热巴暗夜女王微笑掀起网友热议。迪丽热巴，这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在当天的活动中以一身令人惊艳的打扮亮相，她戴着精美的皇冠，穿着一袭黑色羽毛长裙，宛如从黑夜中走出的女王，每一步都散发着高贵与神秘的气息。她的出现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吸引了众人驻足欣赏。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迪丽热巴这身打扮太棒了，戴着黑色羽毛王冠，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暗夜女神。另一位网友则调侃道，她的气场太强大了，恐怕会把整个活动现场都给占领了。这也正是迪丽热巴的魅力所在，她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暗夜女王的微笑，网友热议不断。在众目睽睽之下，迪丽热巴展示了她独特的魅力，她轻轻一笑，仿佛能够消除所有的寒冷与黑暗。这个笑容不仅让人们体会到了她的温柔与亲切，更展现了她内心的坚定与自信。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个人感受。有网友称，迪丽热巴的笑容真的很有感染力，看到她微笑，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感到快乐。另一位网友则表示，这种笑容简直就像黑夜中的一束光芒，让人难以抗拒。双引号。当然，也有网友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觉得这种微笑有些过于冷漠，不太符合迪丽热巴以往的形象，但这也正是迪丽热巴的魅力所在，她总能在不同场合展现出多样的自我。美貌攻击来袭，网友纷纷中招。迪丽热巴的容貌，毫无疑问是她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在当天的活动中，她再次以自己的容貌展开了攻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倾倒。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拍摄的照片，并写道，迪丽热巴的容貌实在太吸引人了，我真的无法抗拒。还有一些网友表示，每次看到迪丽热巴的照片，我都觉得自己要坠入爱河了。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这种容貌的攻击力太强了，我都快要窒息了。然而，这也正是迪丽热巴的魅力所在，她总能用自己的容貌，让人们为之倾倒。网友搞笑评论，互动性强。除了对迪丽热巴的服装和容貌进行热议之外，网友们还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各种幽默的留言。有网友称，迪丽热巴这身打扮是不是要去参加黑暗烹饪大赛？还有网友调侃说，这顶黑羽女王的王冠是不是要去拯救被黑暗笼罩的王子？迪丽热巴作为备受瞩目的女演员，每次出现都能吸引人们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她的着装、笑容还是容貌，都让人们为之倾倒。我们的女神迪丽热巴以全新造型惊艳登场，再次展示了她独特的魅力和风采。此次亮相，她被网友誉为暗夜女王，
那温柔的微笑如同一束光，瞬间融化了所有的寒冷与黑暗，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首先，迪丽热巴的新造型堪称完美，她那精致的五官在夜幕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立体，而她那一袭黑色礼服更是衬托出她的高贵与神秘。礼服设计独特，既展现了她的优雅曲线，又增添了一份霸气和冷艳。她就像是一位从黑夜中走出来的女王，掌控着一切目光，令人为之倾倒。其次，迪丽热巴的微笑是她最为迷人的标志之一。在这次亮相中，她以温柔而坚定的微笑打动了所有人。她的微笑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抚平人们心中的烦恼与不安，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希望。这种微笑不仅展示了她的美丽，更传递出了她内心的善良与坚韧。迪丽热巴的微笑背后，是她对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执着追求。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要保持微笑和信念。她那坚定的眼神和从容的气质，无不显示出她对未来的自信和对梦想的执着。这种内在的力量，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众人心中的女神。此外，迪丽热巴的此次亮相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称赞她的造型惊艳，微笑温暖人心。有网友表示，热巴的微笑真的是治愈系，看了她的笑容，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还有网友称，迪丽热巴真的是暗夜女王，既有高贵的气质，又有温柔的力量。双引号。总的来说，迪丽热巴此次的新造型和她那迷人的微笑，再次证明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她不仅是一位外表出众的明星，更是一位内心强大、充满正能量的偶像。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尊敬。让我们共同期待迪丽热巴在未来带给我们的更多惊喜和感动。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生活中，她都将继续闪耀，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